自助餐好吃，我回家做的话一般都我妈妈做，因为我做的确实不好吃，我做的就是偶尔会洗一下碗啊。蘸丝条的排骨，我没有，我有那个不是亲生妈妈而生的兄弟姐妹，嗯，甚至是亲的，哦，不是，就是亲的，有血缘关系的。对，你们表哥堂哥这些吗？那个时候不都就是都挺人生的吗？我有可多哥哥，我还有妹妹呢。今天炒的排骨真的有点油哎。我昨天点的也好像不是这家。点错了，这个叫庙东排骨。漂亮不？哎，漂亮！啊，真的。